咱高雄屏东做伙合作推广中高龄护路基地，以着自我凝视练习为主题，办理捏捏灯、戏剧灯影甲宣讲分享。伊点是英华护路福利服务中心，是邀请二十位中高龄女性透过影像的创作，各类女性透过关注日常自我照顾，勇敢展现家己的自信。咱高屏护路中心做伙推动着中高龄女性权益，首场活动伫台南来起跑，由着台南市英华护路福利服务中心办理，岁月独处甲我的点名点，邀请二十位中高龄的女性，透过影像创作疗愈以及自我检视，了解着女性伫今日岁月甲生命经验，成为单身甲无共款的独特面貌来呈现，鼓励女性透过关注日常自我的照顾，勇敢展现自信。打破单身的歧视这个观点，因为近时代有关于老化啦、独居啦，或者是单身的独立的这些议题，已经越来越广泛被大家讨论了。所以我们透过影像的方式，让许多人看到，就是妇女有一个自我凝视，或者是为自己述说我想要的、向往的理想生活的一个机会，然后可以更广泛的来讨论单身对女性的一个好处，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趋势。业余摄影师林玉慧表示，这次展出的摄影作品是平常时工作的环境，希望透过镜头互相支持，做伙同行陪伴着中高龄女性，走了更加长、更加远。在工作的，因为我们工作是会需要用到 iPad， 就是这些就是工具的部分，然后在跟客户闲聊的状况之下的，蛮不经意的荧幕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想要让从镜头让别人感觉到说，哎，我的一个自信跟专业这样。这组系列活动首站伫台南来举行，后一站由着高雄来接力。12月14日，屏东场将伫114年1月9日刷落来登场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参加。记者陈嘉欣、市政府采访报道。